大家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十二月八号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巨蟹座的朋友，最近非常投入于工作上面，能够得到老板的赞许。牡羊座的朋友，如果这个还单身的话呢，可以留意一下，最近身边会有一些暧昧的对象主动对我们示好。狮子座的朋友，想要瘦身的话呢，可能好好的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方面的调整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，摩羯座的朋友，最近身体上如果会有一些这种不适的情况，最好要赶快就医。天蝎座的朋友，其实最近的运势不错，特别是工作方面的表现，很容易遭人嫉妒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2，颜色是蓝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咖啡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橘色。